係啊，緊啊。通宵開會的一班泛民和建制派議員暫時放低拉布的爭端，在凌晨一刻為主席曾鈺成慶祝生日，大家一起唱歌祝他年年有今日。今次生日會由立法會秘書處安排，除了有蛋糕還有壽包。曾鈺成就希望所有的議員願望成真，但他知道各個議員願望都是互相矛盾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譚宇仲報導。